相信你解释成语你也听懂了。你闹成这样有意思吗？陈宇，我只是希望我们真的分手好吗？我们不闹了，咱们回家行吗？不用了，回家。陈宇，你别这样子。陈宇，向大家道歉，我们回家。你已经做了你的选择，你选择了你的父母，选择了你的新欢，你就继续走下去啊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我怎么给你解释你才能听得懂？你一个人闹也就算了，你拉着王硕一起闹。没有，你不要去说他。我现在就当你闹脾气，我们回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不想回去。来，冷静吧，都冷静一下。来，过来，到这儿来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杜老师好，我叫陈宇，来自广州。他刚才在台上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？我都听到了，半年多前吧。那我父母就希望说我留在家里能够照看家里的事情。我当时很想回来，但是已经闹到什么程度？我妈以死相逼那种程度，我回不来，我没有办法。那我呢？我在医院躺着的时候，我给你打电话，我多么希望你能回来看我一眼，但是你没有。我能回来吗？你有没有替我考虑过？那你现在怎么又找他呢？